我到外面呢，突然收到了一个信息，我打开一看，星儿，我现在正在天堂，那里风景真好，要是你在我身边就更好了。哎呀妈呀，当时我吓得不轻，浑身起鸡皮疙瘩呀，简直是。这地方再好也咱也不去溜达去啊。好嘛，我二话不说打了个面的啊，跨了横穿北京城，风风火火赶到他们家去了，咣咣咣我就砸门。一砸门，他出门开门，看见我一脸惊讶的眼神，说：“星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当时差点一口血喷在他脸上，我说：“掏出寻呼机，哎，这不是你给我留的言吗？你看看怎么啊？”他拿了一看，说：“哟，寻呼台打错字了，刚才我是在天坛散步，就想你，给你发了个消息。”我心里说，妈呀，你打错了一个字，吓得老娘半条命了都没了。